Now loading。D link。然后我记得这一关它是跟古铁练习模拟战，然后有敌人出现。阿德拉，不知道哪一关会把他干掉。哦，这个夏英，又是你。移动力高的 PT 去救公啊，不用想，一定龙胜啊。敌对冠。33,000哦 ，HP 在40%以下撤退，33,000，13,200，哦，没问题。
全部司法訪問開け照準3番4番司法攻撃を開始せよ。我还是比较喜欢黑金浩，黑金浩他的招式很帅，直接全体组件冲击，然后前面钻头这样钻下去。好きにはやらせないってよ。スパイラルアタック。 やられた。加奈斯，在这边吗？全灭敌人也可以。我在想说，要不要全灭敌人，不要去救了。射击弹 level 4，等一下，你操控飞机的，你要学什么射击弹？你是想要把飞机搞得像那种战斗直升机吗？就算你再怎么用下去到 level 9，你好像也才加450而已。现在现在2350，再五次晋升三次150，也才2500。2500而已，安安 ，Hello， 欢迎来收看。刚刚已经打完一关了，现在是第二个了，21话。上一关还蛮简单的、就跑出几次的小兵，然后我用反击就直接把他反光光了。这一关应该也算 OK。他说要在13200滴以下之内以上啊，把他干掉。重点是他会防御，不过我们有古人加斯特，不要。气力给他盯到130，打下去就很痛。然后再来就是配合龙胜吧，两个人要用合体技啊。上一关真的蛮 easy， 真的 easy， 真的 easy， 不得不说。
伊鲁姆是现在 MVP 啊，龙胜也快要，目前为止就莱跟伊鲁姆，他们有王牌基斯，集岁数就直接到100多。到时候我们的刘真的很弱啊，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。这一关要救公主，就是那个啊 ，OG 二之后会出现的那个公主，刚好我算得很刚好他那个章节让我一个小时一张绝密次元，我觉得他都有去好好的调整一下，然后导致说我真的平均就两个小时，然后一个小时零多分一张，然后另外一个57分一张。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他把我算得刚刚好，一个小时就这么一张，刚好我12章节嘛，对不对？12个地区，12小时，2个礼拜搞定。我觉得有可能会变这样。而且后面就比较。有越来越多武器，然后防御越来越多，然后我的那个血量也越来越高，已经没有那种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恐怖感，就没有了。对啊，就刚刚好，就刚好第那个2天前不是也是吗？刚好打2张啊，2个小时多一点打2张，然后昨天也是2个小时多一点打2张，真的超厉害的啊！亮斗你怎么被打？被打30%，无变化。好了，还上。噔噔。现在我们钢铁号只有一发5800，哦，这样也可以打到。更令我讶异的是51%竟然打中，我有看到他在实况 PS 版的，我发现PS 版的超时空之钥他竟然也有中文版，不过我觉得那个他有点像是我之前玩的光明与黑暗，有些地方他战斗的部分会卡卡的，一顿战斗啊，步调跟我之前实况的射雕英雄传，对不对？射雕英雄传他战斗的时候还比较顺畅，所以到现在我还在犹豫说要不要去用那个超时空之钥 PS 版，还是说就用 PC 版，因为看那个好小他 PC 版还蛮顺的啊，他 PS 版的不知呢。而且我觉得敌人应该会来增援吧，剧情有中文但 UI 界面和动画只有日文。这也是那个加那个补丁下去的吗？汉化补丁下去的，我还以为是那个难得 PS 92%，92%给我闪开，我还以为说是像那个《射雕英雄传》一样 ，Sony 早期代理，然后帮忙中的话，结果竟然不是啊！啊，我们的龙胜，
接下来要谁？伊鲁姆再继续吗？不行啊，他那个都已经王牌骑士了，来也是啊。给拉托尼好了，拉托尼上啊！不过我觉得光剧情用下去还不错啦，还有就是动画吧，动画部分也可以再提升一点。不过毕竟这都是无偿的嘛，已经非常给面子了。怕会有乱码哦，看看吧，有乱码的话应该比较不太紧啊。像我当初实况那个光明与黑暗一啊，很多也是乱码，要不然就是乱翻译，甚至出现很多很莫名其妙的字啊。后来呢就想说算了，随便，反正剧情大致上以前的那剧情就这么一点点嘛，看一看，然后用一用，就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快速玩一玩，以前的游戏 RPG 的，它时游玩时速也不会太长，不要说不要那种一走出去路上，然后就遇到怪物，然后走一步一只怪物。就不是每个游戏都有除虫喷雾，有除虫喷雾就好啦，撒一下350步以内不会遇到怪物。金色除虫喷雾700步，亮斗加油。噔噔噔噔噔，嗯，地雷制的游戏真的超脱，因为完全就吃运气啊，你运气不太好，你走几步就突然出现。所以我比较喜欢像那个太空战士42，然后还有那个时空幻境一些啊，它怪物哦都直接出现在地图上，然后呢你碰到它才会进入战斗选项，我觉得这样不错。你要打的话你可以一直去弄，你不打的话你可以直接绕开。在地雷制游戏啊，你还要进入那个游戏画面，就战斗画面，然后再按逃脱，重点是你还不一定逃得出去，这是最麻烦的一个地方，不一定可以逃脱掉，然后又让你再拖了一些时间，所以我真的不太喜欢地雷制。又不是说像那个模拟器啊，模拟器我还可以加速，再给它加速加下去。像那个当初神奇宝贝嘛，好像八月多那时候，我神奇宝贝就是边按那个空白键加速，然后边按战斗选项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瞬间怪物那个地图的怪物好像15等，我直接浓到变20等，很快哦。20分钟弄完，如果10分钟弄完，按空白键加速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啊，可是如果你是用实体机啊，或是像现在的游戏，现在游戏又没人给你加速。对，怪物如果强的话，很难跑，完全是看你那个速度。因为角色像 RPG 角色，它不是都有那个速度？你速度值如果低于 BOSS， 对不对？逃跑几率直接大幅下降，根本就是以前测很多 RPG 啦，很多 RPG 我都会逃跑，速度值较有差哦。原本比如说80-90%逃跑率，变成不到30-40%，好难打。980 Ti 魔物冰原啊，冰原本身优化不太好。你可以试试看那个啦，调低画质一下，然后垂直同步给它用上去，然后还有你那个画质那边它有
类似于，就是优化优化低配备优化。虽然说低配备，但980 Ti 我觉得前几代卡王不太至于说很吃力，我觉得应该是在硬碟，硬碟的读取也会影响，还有 CPU 啊 ，CPU 也会让你那个那个的哦。980 Ti 绝对可以，中开或高开绝对可以到60张 FPS， 所以应该是 CPU。然后还有你的那个硬碟资料太多，980 Ti 5年，基本上显卡它的年份不太会去影响到它的效率了，只要你都有保养好了，因为它基本上一爆就直接一出问题就直接爆掉。游戏优化问题，像我有时候打那冰咒龙或什么的，看我实况哦，我很多那个魔物任务哦，我一样就30 FPS， 我5700XXXT 啊，我还是那个 ROG Strix 的、欸，当初那个570XT 最强的、欸，基本上跟你的980 Ti 在高一些啦，980 Ti 大概等于1070啊，我大概比1070再高一些，所以实际上是游戏优化，然后再加上你的 CPU 跟硬碟注意一下，你硬碟就是整理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像我们有些玩的小游戏，对不对？啊，它官方又没有中文，买下去之后，然后就发现没中文，啊，然后你还要再另外去下载那个人家汉化档啊，用一用，然后之后再去把它取消，很容易就造成一种废档残留住。所以要定时去清理一下，尤其现在游戏其实也蛮多用来用去。喂喂喂喂喂！啊，他说不能进去领地里面，我要输了啊！谁抢得到啊？我想说没有敌人了，我才跑过去打他，结果马上就来了一只啊！亮斗，快上快上！硬碟的话，你可以去用一个 SSD 啦，有个重灌，然后你那个主碟安装是 SSD。对，天山又来闹，好烦哦！混蛋天山。啊，安，谢谢你的支持跟追随。我固定都会礼拜五到礼拜天下午实况机器人大战全部的系列，全部都会。我给他命中下降。噔噔噔噔噔。いずれお前たちも民衆を見捨てるのだ。あの時のように。我也可以玩 PS2 绝对能够让你 60 FPS， 我沈められるものなら他绝对有60 FPS。 攻撃開始。攻撃開始。体幹攻撃になっとらんな。命中下降，太好了，我是主剑，我跟他被打都是100%，我用命中下降感觉没什么差别啊。好，我一如母热血又就用在天山上面。哇，8700，买了，你买了，好啊，恭喜啊。玩这些怎么样？我体验版玩的还算还不错，甚至那个招式都可以闪来闪去，我觉得很棒。体验版我玩难，觉得还 OK， 难度很好。再来就是等到学那个捕尸技能，以后啦，以后玩那个《圣剑传说三》，我会读取我那个体验版的存档。总之呢，才快点去，先阻止他。我觉得来不及了，
应该古铁要出现，古铁要出现，不出现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一定很多人都选律师啊！晚上抱我大腿，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应该是我要抱你。你现在游玩时速是所有我认识的里面啊最高的，几乎啦，几乎最高的。要不然可以等等看那阿恒，十滴，十滴，真的超多人玩律师啊，反而很多很少人去玩兽人啊，格斗家也很也蛮多人玩，然后剑士因为只有他可以拿盾牌，想要玩那种坦克型的也会有人玩，然后盗贼他又有陷阱流啊等等的一些想要挑战的玩家也会去玩，律师不用说很多人去玩，因为性感，然后魔法师也是性感，捏捏那么大，对，大家一定去玩，反而最少人一样最少人玩夏绿蒂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夏绿蒂人气又最低，可怜的夏绿蒂，就是因为他人最少玩，我就是要玩他。对，夏绿蒂，而且其实补丝很多游戏啦，一直以来都补丝啦，动作型游戏都不太欢迎，因为操控起来真的蛮麻烦的，有时候甚至如果你没有一直弄那个等级，你补是要一直疯狂补，你还要预唱，然后再来说你还要去看一下那敌人他情境的步骤，整体来说麻烦死了。我那时候玩起来也是觉得蛮麻烦，后来我一直弄等级，群补群补用下去，完全超轻松啊，就是没有加速就对了。噔噔噔，糟糕，我在想说该怎么办。我觉得我赶不过去了，我们公主要被抢走了，而且尤其被这天山这个看起来很变态，我觉得根本就是会凌虐。凌虐我们可爱的夏英公主，不过不要担心，我们夏英公主跟我们的拉托尼是很要好的。龙胜上啊，打天山啊，打不到，噔噔噔噔。天山克星，我觉得古铁应该要出现了吧，对不对？古铁，要不然如果正常玩家啦都集中在这边啊，然后在这边我觉得赶不上，因为再倒一下就到里面，他再一回合就到了，我这边再怎么快也没办法，所以应该要 say goodbye 了。噔噔噔噔噔，19%啊，算了，应该不会死。英格拉姆，你不要闹了。19%不可信，重点是我竟然还是真的躲过了1919，19%，刚刚19%，现在跑出两个19%。我看一下加达，我觉得连这个也不可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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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看来可以三化，
格拉姆，快上啊！话说我们的大铁是不是要爆炸了？英格拉奇有了，他有指挥官啊，他后来的 PP 啊，反正他好像30话还是32话背叛，对不对？我就到那之前，我就只强化他的指挥官系统。指挥官越强，至少现在我们命中回避也越高。周围的人啊啊！138，オダシュ、何をしていた？哇，好硬哦！以上直撃を受けてはならんぞ、隊。我们的钢铁号也变好硬。哎，奇怪哦！哇，3000呢，打下去竟然才100多滴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138挡得好啊！我这边也用防御吧。枪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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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拜托你不要进去，放过他，放过可爱的夏英公主。这么可爱，你也那么，你忍心残忍的去对待她吗？惨无人道的对待。等级爆大头也可以999，哈哈哈。不过同时也代表说你游玩时速很高啊。啊，你说真的这么高的话啦，基本上就算我啦，我也是抱大腿起来，但是抱着抱着我自己就会去熟练的去看怪物的特性，哪比如说哪个地方都会暂停一下子，然后再去 K 他。这么可爱一定男孩子，很可惜我们的夏英公主是女孩，我觉得来不及了。我觉得来不及了。到底是哪个笨蛋想到说他会出现在上面啊？不用了，被抓到了啦。啊，没有没有，还有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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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挽救机会。啊！早知道我一开始应该先拍一台在这边，我应该先拍一台的。结果现在真的要完蛋。激战就是很容易会搞这样，没错。10%哎，等一下10%，你有没有布局啊？没有，算了，你被打死就算了。回避力加5%，这边都没有，都加5%而已。龙胜呢？天山，好，换你。感觉不稳的，我是希望可以稳一下。伊鲁姆比较重要，要先过去，因为他有热情。啊，其他人就先留在这边吧。留，我觉得没什么重要的。拉托尼，拉托尼。因为我担心的一件事是说，我去救那个夏英公主，她会逃掉，
他会跑掉。这是我比较觉得比较麻烦的事情。拜托，要稳啊！不稳的话就完蛋了。他说：“我们的来也真的蛮硬。”英格拉姆，不要练你，加打21了啊！留。用马辛开撒就好了。对哦，马辛开撒的假鹅他好像都有加速。你有加速，早点用嘛！失败我就读取。陀螺伊姆破坏炮，来看一下。像这时候有加有小队系统就很棒。没有加速的去贴那个加速的，然后组在一起开加速，直接冲过去。これ以上貴様ら DC の好きにはさせんぞ。感觉打不痛。七力150最高欸，虽然我还没有学七力界限突破。了解，エネルギーバイパス開放。我觉得应该至少可以到7000，应该有7000啊，5000%跟那个顺玉沙一样。最終安全装置解除。了解。最終安全装置解除。総員対衝撃前方防御。発射5秒前。4、3、2、1。トロニウムバスターキャノン発射。7000。啊，他有能量异常。シグナ、弾幕を厚くしろ。能量异常，挡1500哦，比预计的还要高哎，8000哎，8100。有本事不要进去，有本事不要进去。古铁到底要不要来啊？我先存档一下吧。重点是有能量立场，没有的话打可以到8000、6600啊。好，加速，还是我们的拉托？对，拉托你不行，加打去吧。然后最好他没有一闪。啊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没有跑掉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嗯，对啦，没有失败，终于救到了，因为我一开始就担心说救到了，然后他会直接撤退。全军撤退，这是我最不希望的事情发生，因为我要把它全灭。好，交给亮斗跟龙胜。反正他会先打龙胜哦。5%，5%，都是5%。三道
接下来就龙胜啦，他41台，快了，快50台了。ACE 奖励还不知道。啊，这样也可以被打到。这样也可以被打到。真厉害。刚刚看圣剑三有人过关哈，也太快了吧！我说真的，也太快了，我连玩都还没玩呢，100%，这次圣剑三真的太简单，跟体验版玩的时候一样吗？流程有点短，哎呦，不至于吧？我们不是有我实况过那个旧版啊，还是说他把那个旧版的剧情有砍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那时候旧版不是玩很久吗？有2/3的时间是在迷路，2/3的时间我在迷路，对，实际上剧情跟战斗就只有1/3。这么一说，好像損害箇所の報告を。我那时候实况好像一个礼拜、三个礼拜、快四个礼拜，也就是说6个小时或以内吧。任务导演会过很快，那么简单啊？不是有最难难度吗？有没有通关之后，比如说新增更强的难度啊？我在想会不会有。所以真的就只有这样。史克威尔要硬起来啊，这样真的会被那个卡普空压下去哦。虽然现在已经被压下去，史克威尔你要加油，你这样不行啊，只不能只单单靠那个太空战士七而已。而且这次的太空战士七，他的灵压也压不住那个魔物猎人世界。变很大 啊好，听你这么说我不太想要用了，好快、欸、没有啦。其实呢，我当初啊原本就是玩那个旧版没有地图，然后新版重置版它有地图，重点是它有地图啊，有地图我才很开心啊。我们的光荣目前真的最高等级的就卡普空吧，真的啊，不得不说啊，虽然他也是跟一些厂商合作啦啊，不过他现在真的是最大厂商了。我要先把他烟耗掉。原本当初是想说他有那个地图，我看得超开心的，因为我不会迷路了。然后结果现在他缩水，不是缩水缩那么严重，扣掉他那个迷路的系统。现在想一想，当初好像真的不会太长。我等一下看一下我玩那个圣剑重铸三那时候玩多久啊？圣剑传说三，行くぞ、ヒュッケバイン。俺の命はそう安くないぜ。21小时，扣掉1/3，7小时，啊、哦，真的很少，真的很少。
实际扣除迷路只有七小时。喂，惨呐！啊，也不能怪他说缩水缩很严重。嗯 ，FF7 我不知道要不要入坑欸，到时候 PC 版，因为我他的战斗系统，我看第二部啦，到时候第二部他怎么样？因为我原本想说战斗系统可以打得超爽，比无双还要更爽快，因为他那个太空战士七算是史克威尔这一次的超重量级压轴，原本是想要试试看看。什么被打这么？然后剧情方面，我看一下，真的还不错。虽然它有改变很多，细节改变很多，但是它主轴还是一样很棒。为什么你打不死他？嗯，发售三天卖350万套，真的厉害啊！要看啊，他拆篇章卖，要看他说他篇章每一篇大约多长。如果他每一篇跟一片正常的 RPG 游戏一样多，甚至更大，那我觉得他拆篇章的话觉得不错。因为如果你合在一起，像那个他 PS4， 他 PS4 他光碟好像容量好像只能容纳100多G 还是几 G， 啊，如果他三个篇章还两个篇章合起来就已经400G 了。那我说真的 PS4 一定要拆，总不能扣除掉那个画质吧。史克威尔一直以来最强的就是他的7G画质，如果扣除掉我觉得他优势会少很多。总之可以到时候看一下第二部。嗯，如果给我评分的话，应该75分吧。主要是我喜欢那种更强悍的战斗系统。如果他战斗系统像《美德传奇》那样的话，我绝对给他100分。真的，真的，没有，至少啦，90分或95分一定跑不掉。FF15 哦，他的战我没玩过，我也没看过，说真的不太了解他的情况。FF15，我之后我再看一下好了。很多那个评价实在是不太好，一开始很高，可是后来突然就都变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坏，为什么？啊，感应没有了。好，读了读了读了，77%，好像很多人也是说 FF15 根本就是凶贵片，上には上がいるってな，根本就变基佬世界，太空基佬15吧。女主角好像很快就领便当不是吗？その名も皇家版，还有分皇家版，还有这样的事？哎呦，打中了！14440，如果把40D 扣掉，就变1200的次方哎，1200×12，我120的次方，120。我的 B15 就有收入 DLC， 哦，就像光明之响嘛。PC 版的时候，他直接收入所有 DLC。我来看一下他的EN，88，88，我讨厌这个数字。我捡他EN。
我捡啊，没破盾呢、啊。要记住哦，13200，他13200会撤退。15有时候有大特价，可是看下面其实评价不太好。他特价的时候好像600-700块吧，哇，超痛。我来降你一眼的，到时候看看期待啊。他应该 PC Steam 会出4万版。哎呦，对吼，我那个啊，快挂了，我那个绝体绝命都市体验版好像我也还没玩过，到时候心血来潮来玩一下好了。因为我以前实况过二代啊，我那时候玩二代第一个反应就是快把我笑死了，很多选项真的是让你笑得不得了，真的笑死，就是笑死。对，真的，你去看我之前实况的影片就知道了，很多选项真的是很故意。 Oh my god， 现在我跟直播直接开游戏好了，呵，21%，我们要相信他。哎、欸，成功了，2600啊。不用怕，回戏。四代我到时候再看看他有没有以前的那种风味，还有以前风味的话我觉得非常厉害，因为毕竟时隔十多年，很多那种作品啊隔了十多年或20年他的风格都会变。爆炸，呜呜呜，好听一个，好听一个。然后那个创世小玩家，勇者斗恶龙创世小玩家，我稍微玩了一下，体验版稍微玩了一下，一开始觉得有趣啦，啊，可是后来我就会发现到说。感觉好像都做类似的事情，然后就开始有点普通了，而且现在我也没办法去买。然后下一没有第二回合，哎，对，所以我还不如去玩创世神，创世小玩家，创世神它内容更多，而且创世神它是不是？更长啊，它的不，它价格好像更低吼，还是说现在免费了？当初好像不是说要几600块、800块 ，Steam 上有吗？突然想到，对，然后你那个创世小玩家好像没有 mod。好，等那个亮斗跟他我冲。Steam 没有麦块 ，yes。不过好像微软我有看到，微软商店我有看到麦块。
喜欢创世小玩家也可以去玩那个创世小玩家，应该就是给那个喜欢玩那个创世神的啊，然后他又有那个勇者斗恶龙，算是西两边的玩家粉丝啊。微软有，因为我之前用 Game Pass 的时候好像有看到。啊，不行，加达没办法。创世神有苦力怕，也是。对，然后你还会突然就被苦力怕掉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点。Creeper，我就知道。击中，热血必中，以防他那个啦，没打死，魂，必中，必闪，必中，努力，然后祝福下去。暗箭杀。反之瑞二玩的比较久，像这次瑞三剧情真的很短，因为毕竟本来好像就是比较短一点哦。啊，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战斗步调更快一点，因为我有看一下人家玩瑞二，啊，然后我瑞三那时候不是有玩体验版，他战斗步调比瑞二还要更快一点点，而且又有难度表。所以很多人可能像有些人他们是只玩一轮，或者是说不会去挑战高难度，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他难度都没有，然后很快好像四个小时吧，也有人三个小时通关的。没有更快有多久的，总之呢，你看瑞二啊，他没有难度，所以本身就很难过关，然后又一直死一直死，所以玩的时速会让你觉得说好长啊。然后路易三他没有里篇没有表篇，然后又有分很多难度，很多人可能就直接从简单哦四几分钟通关哦。我记到瑞尔，当初瑞尔剧情真的就四几分钟吗？就都看剧情啊，然后一步一步去玩的话，应该是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重点是瑞三啊，很多人一开始第一次玩基本上都是从简单开始玩啊，简单玩完之后反而发现说好快啊，然后就没有什么心力去接着玩。好，搞定这一关，稍微长了一点不要紧，我们再玩第三关。
干嘛乱跑啊，夏英公主。有人说啦，这么短没关系，但是售价还比二代高就不太 OK 啦。有人说他价格砍半或至少三分之二，就是说跟瑞二，然后就是说价格再少一点点，就比如说1000块，那这样就很棒啊。然后再来就是说他这次有附赠那个连线版，连线的那个对抗，可是说真的玩的人不多啊，啊很多人也不会去玩，就变成说被绑在一起。它上面表面上说是赠送免费，实际上它价格根本就直接压在 Z3 上面，所以它必须要再扣掉一部分，也就是说它本身1000块包含对抗，对不对？还要再扣掉对抗，对抗 W 算150嘛，850块，800块。我觉得如果它今天呐、啊，它卖800块。很多人绝对一致好评，至少光指定我可以保证绝对有 93%、92% 都是好评。因为毕竟很多人就是说啊，虽然玩得很快啦，但是呢它有各种难度让你去挑战啊，然后呢价格也还好，如果等特价去入手可能又变成说600多块、500块哦，这样更棒。再来个瑞二啊，超大成本去制作啊，然后他也才卖1200、1300而已。外国人其实也很少人去玩，还是说他有分地区啊？有分地区连线，我以为他是全球连线，像那个之前我玩战争机器一样，我玩那时候玩战争机器就是全球连线。嗯，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要去玩反抗，被强迫绑定啊。然后全球的、啊、那时候那个好小他还等超久的，一场至少多等5分钟到10分钟，然后才可以进去玩，他玩一天就不玩了。因为我觉得瑞三他这次价格也觉得太高，因为他是拿瑞二的蓝图引擎啊，蓝图然后去延伸再加强一下，而且我看那个啊，那个画质设定当初啊，画质设定它可以开到那个16G 的显卡的那个容量，用下去我觉得根本就没什么差，就差那么一滴滴而已，然后它吃超多资源。反而做的比瑞二还要麻烦。哦，如果做扩散，我说真的，他不可能免费赠送，他一样可能。不过如果他加扩散加瑞三，然后1800块，很多人觉得很棒。为什么？因为扩散本身超赞的啊，而且他就是那种很不错。与其说这次是扩散，不如说是 L4D。总之，他现在扩散要重新做了、啊，这次扩散很失败啊。他等他重新做，至少也要来个4年5年。他这下一次不，你不上次有查资料，他下一次不要四代重置版，四代都不知道炒多少次冷饭，然后现在再来一次重置版。我希望说游戏性能可以像四代就好，画质重做没关系啦，游戏性同样我觉得一样，很多人会照吃。武器改造那真的很棒，我真的超喜欢那武器改造系统。然后我是希望说四代尽量啦，两人啦，像五跟六啊，六很多很成功，是很可以两人去和联动。后年四代，明年八代，后年四代，八代要延续七代，又很多人又骂声一片，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希望能够一到六代那样。然后七代首先骂最多的就是没有旧角色，然后再来就是说游戏风格完全变掉，有点像
绝命精神病院那一种失忆症那一种啊，就是很你不太能刷无双或什么样的，你必须要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。从明天起你参加 PT 模拟训练啊，古铁出现了。啊，但我希望说不管是四代同四代怎么样，拜托你清真一下那连线系统，就比如说有另外一个同伴连进来，因为生化危机好玩，对恶灵古堡好玩啊，啊可是一个人玩完之后呢会觉得有点空虚，可是当你是连线，你就算单机玩完玩到腻了，你连线下去又感觉又有新的游戏，所以我觉得加连线下去啊可以增加游戏的耐玩度啊。不过现在讲也来不及，四代重置版后年代表说他现在已经做到一半，甚至已经做好，不可能再加那个连线。恐龙危机重置版听说还在做啊，阿德啦，伊古雷特，这伊古雷特是谁啊？看起来好邪恶。金西副总帅，等一下，间谍是谁啊？他说有间谍，头巾入手，资金20000。哎、欸，头巾 ？What 头巾？又有预计发现到游玩的时间这一关还蛮长的，我看一下头巾它是不是混合式装甲，高性能雷达，古伦加斯特更硬。我觉得英格拉姆真的需要这个。天山乱路，所以打没他乱路的话，我就可以再打第三关。而第三关好像也要一段时间，所以就明天再说吧。反正预计一天两话，还蛮快。基本上下礼拜就可以玩到 SRX 出现。来看一下有谁需要养成，留 SP 维护，不管是谁，全部都有学 SP 维护。哇，你 PP 真的是超快的，集中力。拉托尼、哦、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要学什么，算了， PP 真多。 Yes， 我们资金现在也蛮多的、啊、等那个 R1、R2、R3 入手，我改那 SR。 古铁应该不知道、欸、因为其实我不太，比起古铁我比较喜欢 SR。 好，那今天下午的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。好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，那晚上来打那个驯灰龙啦，来挑战一下。 OK， 驯灰龙我没打过，应该是猫，而且照那个 Amy Lay 说的，我们要先打上位的驯灰龙，打到武器，打完武器之后呢，我们才可以去那个打 N 位的多居位的新玩，那个后来世界的玩家应该不知道了，要讲说 N 位 Master。 OK， 那晚上再来咯。上位的先打应该还好了。
好，今天就先这样，大家晚上再见，拜拜，谢谢收看。I can， 话说好像也一个月没去看那个 iOS， 不知道它更新了没。